位啊，是热播电视剧当中的一位英雄，他从遥远的南宋而来，1000多年前的一位大英雄。但是听说这一位是史上最帅的扮演者，史上最帅的岳飞。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准备好了吗？有请岳飞的扮演者黄晓明。走过来，感觉是一位赌王走出来了。今天呢，晓明是作为岳飞来到超级访问的。不过呢，我们还是要严肃一点儿。超级访问做了13年，黄晓明是第一次来到超级访问。所以，你想说什么？所以他对戴军有意见，对我没意见。你到底对我有多大的意见？音乐过。Round one.哎，你们俩能长大点吗？青中岳飞在我心目中是个大英雄，突然之间成了悟空了。那今天回到话题啊，都是猴变的。第一次到超级访问，第一次来到超级访问，我们要好好的坐一坐啊。嗯，我们再次用掌声来欢迎晓明。12世纪，北宋王朝风雨飘摇，崛起于黑山白水之间的女真人屡屡对大宋发动军事攻击，一时间中国大地战火连天，民不聊生。在此生死存亡之际，出身于中原农家的岳飞挺身而出。我们出征打仗为的是什么？是国家之情，是民族之荣，是百姓之苦。迎回二圣，周部失利。迎回二圣，周部失利。哇，完全是照着电影拍电视剧啊。有没有感觉热血沸腾？有。戴军，我告诉你，作为一个男人，一辈子能演一次岳飞值了。对啊。哎，你们拍戏的时候有没有那种真的就是灵魂出窍了，感觉你们都回到了那个时代的感觉？有。我每次在拍戏之前告诉大家，你们是岳飞的兵，你们是历史上最优秀的一支军队，不能给中国人丢人。我说求你们一定要做好了，那他们就很给力，然后就演的时候都演得很好。小明是被称为史上最帅的岳飞。嗯，那我想问一问这个。那是因为之前没有人演过。是没有人演过，但是我们这个可以找的一些史书吗？因为有些史书上面有画像。对。就比如说有的那个族谱啊什么的都会传下来，来看一下历史上传下来的岳飞和黄晓明这个岳飞到底有多少的近似度呢？有点像洪建涛。哎。洪建涛加洪金宝，不高吗？这个历史真没法考证。但是岳飞一定是壮壮的，要不你特别偏瘦的话，你怎么带兵打仗？岳飞一定是胖的，就是这个是毫无疑问的。那会儿的将军一定是要有一定的肚腩，然后要很，他不一定是很壮，但是他一定要是有一定的分量的人，要不然他穿那个盔甲很难受的。所以那会儿的人是不会减肥的，他肯定是吃的很多。但是你知道吗？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史记》啊，他说岳飞在历史上记载的是哪个导演写的台本？进来这里写跟戴军一样是个大小眼。估计岳飞是射箭射的，因为射箭的人就是特别容易是这样子。
王阳明那个岳飞，他这一套的服饰，差不多整个加起来有多重啊？30多斤吧。那枪也得有差不多小10斤，你整个加起来在身上分量应该40多斤。50斤。50斤。而且还要骑马，有的时候在马上还要打。那马太可怜了。夏侯王他骑我。让你演了中国合伙人以后，变得很平啊，中国感了。黄晓明，大家知道演岳飞，一定要深入了解岳飞啊。唐季礼导演派了一个教练在我身边，就我在拍其他戏的时候，只要空下来，他就要教教我枪啊、拳呀、打呀这样子。以前看过唐季礼导演很多戏嘛，我也见过他真人，很斯文的。他是一个著名的武指，但是他是武指。他会武术。那这样的，关于你的很多问题，为什么要拍岳飞传？为什么选晓明来演岳飞？我把他请出来好不好？好呀。那除了唐导，我今天还请到了黄晓明。你别叫唐导好吗？然后就感觉就睡那了。除了唐季礼导演，还有晓明的红颜知己。我戏中的红颜知己。对，这一位呢，也是一位非常美丽的女孩，她叫张嘉倪，然后掌声有请两位。欢迎嘉倪。唐季礼，著名导演。1991年，唐季礼执导由成龙、杨紫琼、张曼玉主演的《超级警察》一篇被提名为第12届金马奖最佳电影。之后，唐季礼凭借执导电影《简单任务》《红番区》《神话》等一系列影片，跻身一流导演行列。他不让我叫您唐导，他说一叫您唐导，您就睡着了。唐季礼导演是我们这部戏的，我们叫发起人，而且您酝酿了几年呀？上次说是11年。11年，在暑期给大家一个机会了解岳飞，了解中国这样一个大英雄。我们感谢唐导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一部剧。嘉妮在这戏里面演的角色？我在这里面饰演的是素素。张嘉倪。2009年在电视剧《又见一帘幽梦》中饰演紫菱一角被观众所熟知，在热播剧《宫锁珠帘》中，张嘉倪饰演心狠手辣的玉树，让观众愤恨不已。而在电视剧《京中岳飞》中，张嘉倪突破以往形象，首次化身打女，成为岳飞的红颜知己。跟小明在戏里是暧昧的关系。红颜知己啊，就是一直追随着他吧，然后甘愿为他赴汤蹈火，赴汤蹈火这样的。对，欢迎两位就坐。导演，就说筹备了11年，你当时怎么想的？为什么找黄晓明演？我觉得他的首先那个演员，他本身的气质符合岳飞，他很忠诚，他很孝顺。这个是我私底下认识的他，而且太帅了，会让人觉得你不是武将的感觉。当时有这个担心吗？会有一点，会担心会变成武侠的射雕啊、神雕啊那种这个侠气。拍之前我就说你要练身体、练武术，然后要练骑马、练书法，把岳飞那个儒将的这一个气质，你要通过一定的时间努力。沉淀才能练出来。除了黄晓明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岳飞的候选人？其实有几个我想过。我们今天找到了一位，他因为他知道电视剧已经开播了，有点不太高兴，借着超级访问的机会，他说这个角色本来应该是他的，结果黄晓明把他。其实我们两个黄晓明关系也特别好，就说想把这段掐掉不播，但那个人呢，仰仗他在演艺圈的地位。强势的压过来，我们也不好不播，就把我们俩灭了。那我们就播呗。播。本来呢，岳飞是我演的，但是我不知道那个王晓明用什么手段把我抢过去了。那我看完以后呢，还可以吧，比我差一点。但是现在换也换不了，也没办法了。生米煮成熟饭，唉。
下次吧。小明，怎么跟成龙大哥交代呢？对，大哥确实，看肚子也像，脸盘也像，鼻子也像，年龄不像，我没说啊，那你说的。因为我也喜欢岳飞，岳飞好像那个去世的时候才30多岁，39，对，30多岁。啊，成龙大哥演39都不像，别说从19演到39了，对吧？其实我的年纪倒是正合适，因为我现在36岁嘛，还不到。就是可小可大，所以就还好。你觉得你演19岁装得像吗？其实19岁我不用装，我差不多。你都不知道黄晓明卖萌秘诀。如果我要是不是因为睡得太少的话，我可能看起来更年轻。艰苦的一战，我岳飞就拜托大家了。电视剧《精忠岳飞》。大场面战争特效制作极为精湛细腻，临场感十足。武将一招一式等美色武打动作的设计更是非常严谨考究。在节目现场，我们也请来了剧中的两位武术高手，现场和唐季礼导演一起大展身手。演员王腾，剧中饰演中心。演员杨柳，剧中饰演柳正燕。而这两位武术高手的师傅，就是场上文质彬彬的唐季礼导演。前面还说到您是原来做过武术指导，嗯，就看着外形真的对不上号，拿起枪来你就知道了。那么斯文。我在片场的时候，有的时候导演到现场，他就会跟我讲怎么打会打得比较漂亮，嗯，什么动作他会过来指导。导演原来是练的什么拳法？我呀，我练过很多，练过。洪拳呐、少林拳呐、螳螂咏春，然后主要还是形意拳呐、意拳、太极拳都有学。形意拳和导演能来两下吗？让我们看一下。来这样吧，其实内家拳、形意拳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我们叫三不打，打不着不打，打不中不打。打不死不打，然后呢，上打猴下打鹰，试一下吧。岳飞的岳家拳其实都是在战场上实战，所以原来的岳飞的留下的岳母墓遗书里面，其实他们拳法没有太多招式的，没有太多招式。就比如比如上来打拳啊，先上来。这一搭就那什么了，对了，这一搭如果我现在是制服他，如果我不是打的话，你呢？这个我就打完了喉咙。这个打喉咙。这是一招毙命。另外一个就我搭你啊，你再打。一上上来，一搭。这导演的动作不一样了。这个是拳，就是如果是真的杀敌的话，上去吧，可能就打完了。另外的还有啊，你来吧，来个脚的，有时候他们起脚、踢脚、踢腿，比如就是我们说踢腿呢，踢人其实是很危险的，踢人是很危险的啊，你来，你踢踢我。所以我一手的夹，这个是我夹着他，我让他。可如果真打的时候呢，应该3秒钟可以把他两个腿给打断。啊！来看看，来。你表演一个。
身份什么就表演一个，太吓人了。被打断了。就是一接的这个把这个打完，就这里就打完了。另外还有一个，比如他们上台经常有很多花招，喜欢那个踢腿啊，转身腿啊，那你自己踢一个转身腿，一打，自己踢一个。啊，比如我们跟他打，如果你上来你踢我，好，我们再次用掌声感谢两位，谢谢。那嘉宾说一说跟小明第一次合作的感觉，评价一下小明吧。第一次见小明哥呀，就是在片场，我们拍第一场戏。啊，当时他走过来的时候，我在想，天哪，跟他演戏压力多大呀？他这小脸精致的，对呀，我想压力也太大了吧？他脸小，你就肯定吃亏。也没有，反正我脸也还挺小的。啊，对呀，要跟我，那我就吃亏死了。你脸也小，你也属于小脸。对，后来我们在合作的时候就知道，他对这个饮食啊方面他特别注重，就比如说他平常都不吃特别油的东西，油水的东西都吃一些素啊。他那个肉，他有一天说啊，来来，咱们中午一起吃啊，我们几个就拿着那个饭盆上他的那个车，然后他把那些盒饭一打开以后，我们一看啊，什么全是水焯的什么芹菜啦，水焯的肉啊，水焯，然后他下次再叫我们吃饭，我们就说啊，不吃了。对，我就搞不懂了，岳飞是一大将军，在里面也没有肉身材的地方，干嘛要这么苦呢？有啊，有肉。岳母赐字这个一定要脱衣服的。岳母赐字是哇！哎，你这是六块腹肌？这照片没 P 过吧？没有。几块腹肌？六块腹肌哎。加了78块。没有，我跟你说，他这个因为腰带系得比较高，腰带再往下你可以看到，肯定还有2块，还有人鱼线，对不对？哎，没。小明这就是练出来的。对，在那个时候，你其实很多人都有腹肌，你只要够瘦，他就会显出腹肌来。估计换一个演员，可能就是背后是他自己，前面啊，就是然后用到头部。他摇过去就用替身了。哎，你有想过吗？想过，因为很多的动作戏还有很多的东西都是要替身完成的，但我觉得用替身完成对不起自己，对不起岳飞，所以我觉得还是能尽量自己去做就自己去做。很辛苦。对，要北京，要北京，有浙江，对，有无锡，就北京、浙江跟江苏无锡。反正春秋两季还行，如果你赶上夏天和冬天拍戏，那真的是遭罪。太恐怖了。赶上了，我们最后我们全赶上了。我们全赶上了。最冬天的时候在哪里拍的？北京。北京，我们还拍那个小明练武功的地方，我就看到那个景特别漂亮，就是一个在一个冰河里面旁边有个小屋，我就哎呀，这个地方特别漂亮，如果在上面练武就好了。所以在上面练武呢，小明来到现场呢，我看到他，我问他最近健身怎么样，他说很好啊，导演不错呀。我说行，如果我想的那个练功啊，我想比较好看一点，特别一点，你能不能不穿衣服练功？在冰河上面。对，刚才看那个照片就是在冰河上面。小明，当时你为什么要选择同意导演把衣服脱了？只脱了上半身。对。还记得当时是多少度吗？最冷的有一天是20几度。等一下。零下20几度。而且我们的那个主场景都是在那个有一个那种北京那个郊区那个沙地里面。特别冷。特别冷。越郊区越冷。而且风特别大，没错。我们今天现场有一段 VCR， 我们来感受一下。小明今天拍的雪中练武的戏，戏服是怎样的？皇帝的戏没有戏服。那拍了几个钟头呢？没算，2-3个钟头吧。师傅，你这是攻其不备啊！
哈哈哈哈哈哈！啊！别拉啊，别拉，别拉，松点。有慢神儿。哈哈哈哈，挺可以。给我。好。好好玩，感觉是在龙庆峡似的，我怎么觉得？看了好几次。小明，这个你后面有一根绳子。对，吊着威亚。不然他这一推真把我推飞了，感觉挺爽的，一点都不冷。你是不是？而且上次我们也说到了，这个戏很多人都受伤了。唐导，就是在这时候你就是会很狠心的，对吗？没办法不狠心，是因为观众对演员是有要求的，而且我们演员他在演这个角色，他也非常投入，但我也会很关心他们，看看有没有事。那没事啊，再来一条。就是做到好为止，有时候逼着自己也铁着心，我不想他们付出的那个代价到时候看片子是哎，这个出来我打得这么苦，原来看出来没效果，然后变成这个责任就在我身上。而且我觉得对小明应该不一样，因为加你不了，因为小明我太了解了，他就是你看他的伤都是因为他自己，再来一条吧，再来一条。完美主义者。对，他就是有的时候他如果觉得不好他都不会放弃。你这次有哪受伤了？经常皮外伤都不算什么，经常被马摔下来，那马在战场打打打卡就把我摔下来，然后后边的马上来就很容易踩到。一般像拍这种戏就不敢在很硬的地板上，因为那马随时都会把你扔下来，然后马蹄子可能就会踩上去，所以我也算是外幸不错，对，一直把命保到了现在。哎，像你们摔的时候，像你第一时间会护着自己的脸吗？小明现在特别坏，什么问题都不怕，完美主义者。对对，所以都每天都受伤，随身都会带着创可贴，应该是对吗？对，就是跌打损伤药肯定是一定要备着的。佳妮在拍这个戏的时候有受伤吗？有受伤没？有，肯定有，就是磕磕碰碰啊，流血啊，这些都是每天家常便饭的小事。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打经常，因为冬天嘛，你要是被打伤了什么，你其实根本都不知道，因为你那个脚啊手啊都是麻的，没有知觉。然后大家就说啊，佳妮你又受伤了，受伤了啊，就赶紧包一包，然后就说哎，刚才行不行啊，再来一遍啊什么的，因为又很冷。就想赶紧把这个拍好了，然后节约大家的时间，让大家不要再重复拍啊什么的。这个是我真的拍过我最苦最苦的戏。然后有一天唐导问我怎么样啊女侠啊，下次还拍不拍呀？然后我就说再也不想当女侠了。我们沦陷十多年的中原就渴望收复了。作为一代名将，岳飞的英雄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然而这些民间流传的故事许多都是后世虚构的，与真实的岳飞有着各种各样的差异。那么历史上真实的岳飞是怎样的呢？超级访问节目现场举行知识竞赛，给您还原历史上真实的岳飞。欢迎大家来到超级访问杯，历史上的岳飞知识竞赛的现场。首先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参赛的两位同学，黄晓明同学和张嘉倪同学。同样让我们也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的评委，研究岳飞历史长达十年之久的唐继礼先生。那么今天呢，我们祝愿两位选手赛出水平，赛出风格，取得优异成绩。下面我宣布，太二了，错吧。下面我们的第一题就是，请看。第一题的内容是根据史料记载，岳飞身高七尺有余，每月俸禄为6000贯，折合成现在的人民币的话，就是年薪50万人民币。所以说岳飞是南宋名副其实的高富帅，请问两位，我刚才的说法是正确的吗？他是不是高富帅？不是。两位都说 no。
而且黄晓明上面有个猪头。来，请说说理由。他是屌丝。是我们家救急的他啊，不是救急，应该说我们家对吧，资源的他，吃啊住啊，他的军队都是我们家照顾的。嗯，不对，他是屌丝的逆袭。他以前是屌丝，后来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刻苦练功，冰天雪地里边练功，然后逐渐长成了高富帅，然后年薪不应该是50万，他那个折算应该是500万才对。好，我们请我们的评审常继礼导演来公布正确答案。岳飞，在史料说他有70多，宋朝的70等于是每一尺等于是现在的31.68厘米。那如果是按照这个算法呢，70多就等于是现在的2米多了，2米2以上了。那这可能是比姚明还高了。那这个呢，有可能是在史料里面有一点虚高的。然后呢，他的年薪啊，当时候他每个月是6000贯，一贯呢等于是现在抵大概80块人民币左右。所以每个月呢等于是48万，48万的话呢算年薪呢那个大概是500万。可是这个数字是他作为全国的大将军统帅的时候的这个薪酬。对，就是等于是他已经是三军统帅了，那才拿到了500万。对，才500万，挺多的了。那所以刚才恭喜两位答对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题目。首先请大家来看一段动画片。精忠报国，刻骨铭心，不取全胜，誓不回还。娘，刻吧。这一段呢叫岳母刺字，里面有没有错误的地方，两位请指出来。来，请写。在这部岳母刺字动画片里是否有错误的地方，如果有请两位写出来。唐道，我们可以搞一个岳飞的知识竞赛。尽忠报国。好，佳佳你先解释。因为我有去过岳飞的那个在杭州的那个岳飞庙，岳王庙，然后我有进去看过，他写的是尽忠报国。嗯，对，看到过。小明呢？我没有看到过岳王庙，但是我也知道他写的是尽忠报国。是吗？因为对，因为我看过他的史书，几本史书上写的就是。那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的精忠报国呢？因为曾经皇帝赐给他一面旗是精忠岳飞，所以历史上可能把这两个东西混为一谈了，所以就变成了精忠报国。其实他是精忠报国，精忠岳飞。对。好，我们请导演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他们是正确的，因为他的背上刻着是尽忠报国，是岳母希望他是尽忠，尽一切所能去忠于国家。然后尽忠岳飞是皇上送给他的一个旗号，叫做尽忠岳飞，其实有点寓意呢，就寓意他做人要尽忠，也要精明一点，不要老是说赢回二圣，赢回二圣，赢完二圣以后，那他送高中怎么办呢？所以其实是送了一个这样的旗。不过这些想法其实都是我们后人去看那个历史，我们自己的一种猜测。可是尽忠报国这四个字是对的。下一道题，这是一段80年代曾经播出的电影《岳家小将》的片段。你们怎么也来了？只许你去牛头山给大家助阵吗？哎呀，你们还小呢。你只比我大一岁。大哥，带我们一块去吧。大哥，你每天带着我们习文练武，为的是精忠报国，如今爹爹和圣上被金兵围困在牛头山，谁心里不是窝着一团火？哎，大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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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请问岳家小将个个武功高强，那在真实的历史中，岳飞曾经带过谁出征攻打过金国？我们知道有岳振、岳廷，是吧？岳云。岳云是老大。不知道，不知道不丢人，很多女孩子都不知道。不晓得。你们觉得是谁呀、啊？都很多人不来。不要求救了。我不晓得。不晓得。小明选的是岳云。啊，岳云呀。啊，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但是我们从小看的片子，好像说带了好几个孩子。对。岳振啊，岳廷啊什么的，好像好几个。其实岳飞真正跟他打仗的就是岳云，岳云是他手下的一员大将，岳飞这么多孩子，其实他有一段时间是有带着家眷的，可是他的小孩相对都年龄都比较小，比较小，那他的孙子比他最小的小孩还要大呢。我们的辩论稿题和我们小时候看过的连环画有关，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公元1142年，奸相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诬陷岳飞谋反，一代名将岳飞及其儿子岳云、部将张宪，在风波亭内惨被杀害。岳飞终年39岁。我们的问题就是，请问历史上的岳飞真的是冤死在风波亭吗？请回答。我们大家都知道岳飞跟风波亭的这场戏。对。岳飞真的是冤死在风波亭吗？现在答案是有出入的。对。佳妮是 yes。 小明是 no。 来，我们听小明回答一下，竟然岳飞不是在风波亭冤死的。先让他说吧。好，佳妮。我觉得是。哎，你要问我，我也觉得是在风波亭死的。哎，其实这个都不知道。来，小明说一说。因为连环画就这么写的。小明说一说，为什么不是？岳飞其实是在狱里边被皇上赐毒酒死掉的。哦。他并不真是在风波亭里边死掉的。好像看到过。然后他死的同时。他死的同时，岳云和张宪也被在外面斩首死掉的，他们是一起死掉的。对，但是是岳飞是在狱里边被皇帝赐毒酒死的，史书上没有提及是在风波亭这个地方。哎，如果小明的回答是正确的，我要问一下我们今天的评审了，为什么这么多场多部戏都是把风波亭跟岳飞的冤死放在一起呢？唐导，首先你说一下答案。答案是跟风波亭其实没有多大关系的，啊，这个都是在小说里面呢、啊，可能评书里面呢、啊，大家都是说开风波亭。其实岳飞也不是12道金牌借了以后回来的时候就给那锦衣卫啊把他抓进去啊，然后最后三个一起死的，他是。回来以后把兵权交出来了，大概1年多以后已经是退隐在庐山，然后再把岳飞再请回去，在杭州的时候就遇害，那他是在监狱里面被毒死的，这并没有把他带到风波亭外面去把他给弄死的。这个拍《金钟岳飞》的时候是还原这个历史呢，还是在风波亭呢？我们是一个历史证据，可是呢，老百姓很多，老百姓口耳相传，对，口耳相传呢，很多呢都已经是接受了这个形象，那个版本，对那个版本，对吧？那我们包括枪挑小梁王可能都是没有的，可是观众可能在戏里面没有，你会觉得太不合适了。那我们就适当的有一些口耳相传的这些情节，我们也要放进去。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30功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两位刚才的分数应该已经出来了吧？那这个没法计算，他演的是岳飞，他再答错的话多丢脸。那这样的，那我们也有奖品送给他们，我们有这个来答对跟那个第一名和第二名都有奖品啊，我们看看是什么。故意刁难 ？No。握一下手，男女授受不亲，要有风度。现场求婚，可不可以？激情四射，孰赢孰输？山东卫视与您共享越飞越精彩。那这样的，那我们也有奖品送给他们，我们有这个来。答对跟那个第一名和第二名都有奖品，我们看看是什么，对吧？来，请颁奖。第一名和第二名打开，中吗？因为您比较辛苦，都给送给游乐富网提供的大礼包，然后还有我们京东乐飞的玩偶，对吧？放弃是比较简单，但困难让我更要自强。我宁愿相信人们比世间善良，只是他们不懂我们对未来的想象。飞跃的心，我的双手，就是我自己的翅膀。万水千山，相信我就可以飞。